大家好，欢迎来到 BBD 紧说三国杀国战啊。今天呢并不想说什么前言啊，也并不想多逼逼啊，咱们直接看录像啊，对不对？今天呢，哇，一共三局录像，今天导演是不是夹鸡腿了啊？咱们先看第一局吧。主持角 ID 叫温柔女子啊，四五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啊，不知道是不是温柔的啊女汉子啊，这个应该是会选郭德纲吧，就很温柔是不是啊。好，郭德纲走一波。看看本局比赛，这边这个选将的时候，这个什么夜夜五厨就发表情啊，听到了说什么吗？好，突然之间浴火重生啊，小鸡涅槃啊，这个太史慈庞统就亮相了啊，选择了放了一发南蛮，召唤魏国队友啊，但是他的魏国队友并没有出现啊，魏国队友没有出现，但是他对湖北男儿并不感兴趣啊，捅了一刀，这边湖北男儿这个脉血有毒条，这里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有外面有毒菜，也有可能是这个二号是个弱脉血啊，并不敢出来啊，瑟瑟发抖。好，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湖北男儿绝影马白银狮子，好，反兵回去啊，这时候其实他如果真的是吴国，他其实也是蛮难受的啊。好，看看蝶舞飞扬麒麟弓，好，他去杀他，他去杀他有几种可能吧。首先是吴国就跟着太史慈打呗，其次是群雄，他可能去理解为这个人啊是个弱脉血啊，就打，反正有贾诩就浑水摸鱼，对不对？也是有可能的。魏国嘛，魏国就他认为他是三血不脉，但是那个毒条到底是毒菜还是这个人都不好说。蜀国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三种理解方向吧，只能说结果杀出来个荀彧，好吧？结果杀出来个荀彧，那这三种理解方向到底是哪种方向呢？啊，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好，这个荀彧也是惨啊，这边又开始指，反正出现一个魏国，大家都想打，好，他也去打，手牌不义之也要去打，就想弄死他。那必有队友呗，不然他蜀国他去打荀彧干嘛？跟他有啥关系？三血三手牌过不好吗？不得不死。荀彧也是惨啊，湖北一条好男儿就这么去了。好，看看贾诩。好，贾诩直接选择乱舞，你想干啥？你是想射啊，还是想怎么着？但是你又挂了个朱雀羽战壕，主要发现那边有三血的掉血了，就去砍。但是人家是乱舞掉血，并不能证明是三血不卖。当然你砍了也就砍了，无所谓了。有砍了个甄姬，甄姬要惨了，甄姬被扒光了，要被……好吧，你就这种程度吗？这种程度你乱什么舞？还发表情？这种乱舞简直不知所云啊！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技能啊，就强行把自己的灯泡点灭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好，甄姬离点压一马啊，杀回去很不开心是吧？还好没杀咱们啊。这边铁锁看你怎么打吧，重铸也可以。好，他表示不重铸，连到那边，那你连到那边看其他人怎么理解你吧，理解你是一个吴国呢，想让太史慈去搞那边大群呢，还是这个你是个魏国呢，怎么随便瞎逼连，这个就看其他人怎么理解吧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好好，这边这个人开了一个五谷丰登，找了个智力之笔，然后也不看，那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小兄弟。好，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被冰了啊！你打人家荀彧一顿，中个冰就中个冰吧，可以了，是不是？啊，但这个人到底他是什么人啊？他是职业亮了，好吧，原来是个群雄，跟着太史慈去补刀，想让贾诩这个啊收全场，是不是啊？然而那并不存在的。花前月下，好，这边一个大嘟嘟啊，原来这两个人周瑜貂蝉都是心怀鬼胎啊，有自己的队友，所以想把荀彧灭掉啊，很正常啊。结果这个打到了名士之风，名士之风表示小霸王孙伯虎可治名士之风啊，直接出来干他们。痛苦吧，痛苦吧，在仇与恨的地狱中啊，好像我的台词又说错了，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睡觉是不是？好，勒住。接下来很可能他们这个啊，对不对？群无要撕起来，得给他们添一把火，加一把油啊，让他们烧得更旺，是不是？看看怎么让他们烧得更旺呢？甄姬离点嘛，就找找桃，瑟瑟发抖，他也不敢去打谁，他打谁拉人家嘲讽。他表示不是为什么不打七号，为什么不打七号？因为吴国打了你们，你们人家吴国就不想打七号，人家就打你们，怎么了？一会儿还要给吴国打无限呢，就让你们打起来。当然这个好，这个周瑜也说了准备打七号，国家一看你们都准备打七号，那不行，我必须得给你打个无限，让你们不能打七号。啊，我给你打无限你总不能打七号了吧，你去打三吧，打五吧。好，可以，很好。当然这边他开了一个沈桃园啊，这个疑点也是很舒服啊，享受一下福利待遇。这个八号是什么其实你也看不出来，人家也不看，也气两个闪什么之类，反正你就看不出来的。暂时不管啊，当然以甄姬离点加这个郭嘉夏侯惇这刷牌的能力，二打三都是不虚的，只要能潜伏下来。好，
这个吴县呢必定给这个吴国和群雄添了一把火，这个群雄还全没乐住，他们想报复咱们是不可能的，那对吴国肯定是不会打咱们的了，对不对？怎么给你打吴县了，你怎么能打呢？当然了，真机李典是有可能来打你的，打你呢你就看情况，如果觉得该出来了就出来，不该出来反正有桃能忍就忍一下也无所谓。好，这边这个周瑜对这个群雄也是一顿毒打啊，杀一刀戳一下，反正满天飞，天者得之柄也，真机李典九杀的话，那你就我觉得就出来吧，我普通杀一刀可以考虑不出来。好，还好他手下留情，或者说他觉得牛闪啊，说要赶紧关了技能，表示啊、哎，表示我就是我不卖，我三血不卖，我就不敢出来，瑟瑟发抖。好的，那七个杀过吧，瑟瑟发抖啊，表示我不亮，拴住这个八号是吧？让他也不敢亮啊。这八号到底是什么？你完全看不出来啊，反正我是看不出来的。请助我一臂，请助我一臂之力。这边基本上贾诩要跪，贾诩跪了的话，貂蝉继续打吴就对了，他现在咱们也打不到啊。好，当然了，如果贾诩死了的话，太史慈会继续杀这个谁的，杀这个李典的。刚才他顾不上，现在人家腾出手来肯定要杀你了。砍一刀，灌一哈哈，真机你咋不闪呢？为啥不闪呢？他不会灌你的吧？他两张他留点牌的，要不他裸奔了被上，是不是？好，这边貂蝉又被乐，吕布貂蝉出来神雕侠侣挥个血。好，这边真机也是急眼了，一看大吴国让你变身啊，放出来也还好，放出来反正他去打吴国，但是哎呀没杀动啊，杀动送觉醒，但是呢你有乐也还行是吧，嗯，乐刚才口龙给的花前月下，嗯，好，看一看这波李典，看他洛神如何，还是来继续打咱们呢，还是打吴国呢？这个吴国他不太好打，有可能来打咱们。洛水之波来了一个顺手，他要是把这个南蛮顺走，咱们就亮了，就不多逼逼。顺了个桃子，好吧。哎，有 AOE 呢就亮了，有 AOE 就不多逼逼了，给你亮亮亮，大牌刷起来。刚烈，哎，有连弩刷出连弩了，好 nice 啊。这就不慌了啊，因为吴国也差不多残了，结果还有意外之喜啊，不但吴群打出一坨翔，而且这个还有意外之喜，那这就简单了，后面这个钢烈应该开开啊，钢卡刚才刷牌，你都给他连弩了吗？好，他表示知道七号是位，现在又开始马后炮了，知道七号是位，好，这个真机也知道刷这个国家，但是你没开夏侯惇不太好，刷开夏侯惇连个自己刚烈带这个刷牌，就反正就这一波直接秒掉了，对吧？刷起来不要慌，刚他对吧，刚他过牌，如果他不愿意卖他就扔牌呗，他那么多牌，大耳贼才是最不可信的，他说什么大耳贼才是最不可信的，然而这局并没有大耳贼，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怨消恨解，你马后炮就没有意思了，是不是？人家给你打了无限，你现在说我知道他是魏国，就没有意思。你要知道他是魏国，你打群雄干什么？你打魏啊，是不是？你看这个局，就算曹操不是魏，也基本上是搞定，是不是？嗯，这个就是有好处，继续刷，刷的挺开心。基本上李典拿到连弩刷这个国家夏侯惇，基本上就是有什么也没有用了。大丈夫当代三尺之剑，立博士之功。这个皮肤怎么样？都还行。好，再看第二局。第二局是什么来着？肉山之魂啊！主视角玩家的 ID 叫四五区，感谢他录像。肉山是董卓是吗？有没有董卓？没有，只能选鲁肃、周瑜了。真姬和两个老头子去玩耍去吧，一边去吧。好，一号位可以找一找加一八卦什么的，他并没有找，来摸了个知己之笔，找随便找一个人看看吧。知己之笔，看对面，看对面就成了厚颜无耻啊。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难道你也是郭德纲吗？看的是副将啊，那就有可能是。哎呀，不要发语音了，我的天哪！好，这里咱们作为吴国，不要去瞎顺拉仇恨啊。好，这边赵云一个云妹，不知道何来的胆量，到处拉仇恨。五号别逼逼了，再逼逼禁言你了啊！好，
表示全连起来，贾诩表示不能连啊。这边琅琊司徒诸葛恪是吧？什么云瑶出来了哈，他去怼怼赵云，怼赵云的话应该不是吴，吴就忍了，吴就大不了七个牌过了，连打过赵云也没啥意思，应该是魏群的干活是不是？好的，此乃驱虎吞狼之计啊，必不能忍赵云是吧？啊，赵云你太过分了啊！你一个破烂赵云到处拉仇恨，你看全场打你啊！你小身板，我写的就是能进不能退，能退不能进啊！太阳得爱，日得爱啊，可以啊！这边七杀过，爱仲夏夜之梦啊，你的爱倒挺多啊。云妹被打出屎，好，这边表示看一看六号没表身份的啊，这个就信息很重要。这个国战其实往往也是很多信息，这个人非常的低调，谁也没有就去世呢。太低调了吧，我感觉应该不是鼠吧，鼠就顺一下下家保护保护赵云呗，反正别人又不知道， 不想顺就反正就比较低调嘛。好，赵云磕了一个桃子装了个盾啊，表示我再也不装大爷了，我装孙子行吗？这边五凤都也弃掉，反正也哎，只扔一些莫名其妙的牌，也没有能把赵云的牌留过了。好，贾诩表示我没被赵云连，我所以不兵赵云了，跟我没关系，你们愿意打你们打。但是这个贾诩没有兵荀彧，荀彧表示也不能放过你啊，他都不去杀这个赵云了啊，突然之间开始杀贾诩了，我就不明白了。好，这边驱虎吞狼啊，五号用二点，人家用四点，然后还被刚烈啊，这也是惨，不知道怎么回事，荀彧突然之间变心了，直奔贾诩而去，这我就不明白了。刚才不是还对赵云耿耿于怀吗？突然之间就对贾诩感兴趣了。好，嘴儿哥表示不能忍，伤我家兄弟，吴念手准备犯贱了。布局天下。呀哈，这还是个魏，这个魏国倒还挺低调上来啊。那说明一定有心机是不是啊？果然是等待大嘴给他发射一波。哎呀，这边也是个魏。我最难受。其实袁绍这波射的非常的差，为什么？因为啊，这个三如果是魏也是卖血的，你很恶心；如果是群，你射死他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这袁绍这射的非常的差。机会来了！哎，你们的机会来了，看看到底能不能存在机会。那咱们吴国小身板能不能顶得住呢？你在？他应该不是魏吧？试试。他是魏的话，他这个国无懈给魏国打，找身份啊。给我翻过来。好，这边被翻了，行吧？你不翻七吗？先动。七能死吗？但是给咱们翻的牌好啊，架不住翻了一闪一九，你敢信？那就没资格了，是不是？来，弓箭手，看看谁顶得住，谁又顶不住，是不是啊？啊，好，皮哥，继续救。死罪可免。好，还是把七翻了。这个八卦阵嘛，司马懿全胜黑了吗？这个也改不动了吗？哎呀，这不能死啊，这死了，他表示我自己有啊。我全都有，我全都要。存个田，补一张，我还行。就是你违抗。好，刚烈啊，注意，这是刚烈，不是八卦啊。好，你能折过人家吗？想过了。何愁不破敌？好了，开始魏国反扑了。我觉得已经这个局基本上魏国稳如狗了，是不是？因为这边全都是被翻面的，赵云得打死就行了，打不死兵就行了。不是稳如狗吗？击鼓于此。以至四方。好，贾诩说了打工皇帝，我也觉得打工皇帝这波射的非常的差，因为全都被翻面了。观天下之变，关羽在此，尔等受死。再翻过来，真的是全场放逐，人家魏国就在这等于行动两回合啊。美滋滋啊，反正放逐了一会儿都受不了。昨天这个关羽赵云啊，行吧，看起来防御力很足的样子是吗？一刀，请收下我的膝盖。收下俺的膝盖。七号，收下我的膝盖。顶不住，兵下七号把这边都被翻了，反正。是刚，你这闪电是真的敢刮啊，兄弟！你没牌了，你们全连着呢。请收下我的膝盖。哪里走？这个闪电，我的天哪，太可怕了！你们全连着呢，知道吗？你挂闪电，谁就胜了。又没牌了，关键是。好，还邓艾操作一波。哪里有九尔等受死。好，贾诩六张牌也没有防御牌啊，当然了，之前就被荀彧暴踹一顿，看来还打还是对的啊。看来马后炮来说，好，这边收一打波牌去搞，就接着往死了搞，过河拆桥，然后呢
这个你，我觉得你先打七号是不是好一点啊？当然他觉得荀彧能打死七号，行吧。那接下来没想到一个吴国小碎皮竟然屹立不动啊，结果被乐了，就非常尴尬。被乐了是什么都是白扯啊。火攻，啪一下，看看脸数，然后再驱虎你，把你酒驱掉，人家有桃子，然后再补一波，再刚一下。我的天哪，这里他给司马补啊。这个肯定要给司马补的，控兵控闪电的，这都非常的需要。哎呀，黄盖甘宁啊，来来来，临死之前把乐也拆了吧，好不好？过河拆桥，把乐拆了，然后呢，准备自。请鞭吃我吧。好吧，他觉得自杀吧，觉得破连弩你收了就收了吧，并不重要。失血过多了，这可怎么翻？接下来就是你们想这怎么翻，这是不是该投了？我也觉得该投了。被兵被闪电，闪电吧倒是有可能不被劈，兵呢这肯定过不了的，对吧？有四把怎么玩，但是这个局是绝不能降的。先看看他能不能劈咱们啊。好，能不能劈？好，他并不能劈。这时候你不能降，你还有一层赢的机会。什么机会呢？把司马懿的牌撸走，这是唯一赢的机会。虽然这机会很渺茫，但是你也要试。如果你不试，对不对？你连这机会都没有，你要试啊，对不对？你能不能想到去试这个机会？好，撸走，然后托管，潇洒的托管啊！劈了就劈，不劈就再见，是不是啊？那你还挂闪电？还是那句话，又。优势局挂闪电，即使你有判官也不要挂闪电。运气，你不要怪运气，对不对？人家首先有很多朋友总说就是什么什么运气什么什么的。首先鲁肃人家能想到这点才能发生这件事，其次你司马就没有提前预测到有可能会这个闪电导致魏国崩盘，你提前挂了闪电，你就等于出现了一个纰漏，这锅是你要背的。你不要管运气的事儿，运气归运气，但是如果你不挂闪电，这个运气的成分都不存在的，这个强行的运气成分就是你给的。OK， 所以人家能想到，你想不到，你就输了，你也不冤，不要啥都怪到运气身上。我的时代，别动不动就运气。真是啊，汝等看好了。你不会玩，给了你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对不对？我做过很多我打的视频，你不会玩，给你机会你能把握住吗？你会玩，对不对？你就能把握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啊！好，咱们再看第三局，这个主视角 ID 叫 AWING 四五七玩家感谢录像。这里嘛，双诸葛或者是诸葛亮刘禅，诸葛亮刘禅吧，基本上就只为等一个这个漂洋过海的老婆啊，看怎么选吧，怎么选？因为诸葛亮刘禅可以这个跨越这个距离啊，然而他并没有选了一个双诸葛。双诸葛的好处就是这个单体能力非常强，防御力爆表。好，看看本局比赛，江小神无中生有，起两个闪，狼牙什么又出来个大嘴，好吧，这不怎么最近狼牙的狼牙阁的人都这么暴躁啊？刚才有个狼牙就穿个假许，好吧，接下来就是跟这个，你看这个喊着放箭放箭的人，还有这个假许。开始抗争了，看能不能抗争过他们。这里出来啊，为什么不出来呢？为何不出来呢？终归还是要出来的，是不是？留得良田在，好，出来一个邓艾，何愁不破敌？别把我搞死。你还是嘴遁，嘴遁的一般都不是群，就射吧，反正射成啥样就不知道了。出来，你肯定要出来的。无限正义自由，犯贱。好，我们看看他们说的话，来猜测到底什么情况啊？这边荀彧好人呐、啊，给咱们补一张，表示就是对抗大嘴啊，就不能让这个袁绍和贾诩有好日子过。因为这个袁绍贾诩联动，基本上是要爆炸的，其他人要同心协力的。请收下我的膝盖。好，都收下膝盖，膝盖挺多的啊，小朋友们。我再补一张，永不背弃。我永不背弃。收下我的膝盖，又收膝盖了。谁能挡我？好，当然三号一顿逼逼没杀他，可能还有一发吧，我不知道啊。失血，结果死了个黄盖。好吧，失血过多了，
弓箭手有啥你不出刚才放心人家无双杀你你闪不了了吧请收下我的膝盖明来吕布你防什么九杀请收下我的膝盖别射好还装不装又死一个请收下你的计谋被识破这个局是膝盖局吗怎么都这么多膝盖好主角虚了表示派个无懈要不要给邓艾打个无懈吧保一保邓艾先看看这边死亡情况吧居然又死个位我的天哪请收下我的膝盖我从未见过膝盖局膝盖局好这人活住给他打个无懈吧寻意人家都给你补了两张牌了我觉得就给他打个无懈过河拆桥结果最后一张牌被拆掉被识破你的寂寞被撕破了给点力并不给力啊寻意还能不能顶得住荀彧还能不能顶得住七号七号当然现在是群死了也死了无所谓了结果还死了个亮亮还不吃桃我的天哪呵呵都什么选手啊这黄盖和黄元英都是演员吧只有这个荀彧和卧龙在这相依为命的看人家两个人相濡以沫不放弃你们这些渣渣动不动就放弃好贾诩董卓袁绍终于熄火了但是这个贾诩很还是保护他不能让他死这火攻挺多啊你的计谋茫茫多的火攻补的牌倒还挺好一个桃两个无懈结果还有南蛮邓艾有杀可还行能不能打死还有乱舞哎呦邓艾你还能不能顶得住啊咱们是能顶得住啊因为咱们有空城他还没出过杀呢邓艾手里是个借刀啊不要看他气质杀杀是那什么杀是甜啊哎空城挡住了空城挡住了就有可能活对不对空城挡住了就有可能活啊找一找牌拿了个负一拿负一是什么意思没明白想烧吗我感觉都拉下呗过位置牌呗负一没啥太大用吧以逸待劳找到一个桃还行不然有可能被射死是不是弓箭手准备犯贱八卦阵给力点让他们绝望啊让敌人绝望好这现在就是一打二嘛这就体现出诸葛亮卧龙的生存能力和这个恶心能力了这五五拿了吧防止别人一会儿来坑你燃烧吧反正能烧出去是不是燃烧吧没有烧中杀一刀慢慢砍呗把这个袁绍砍死是看先把袁绍砍死呢还是被袁绍先打死呢这个就不知道了还想射马当还换个麒麟弓想射马你想啥呢想多了吧小朋友啊他又换个青钢剑是不是也想挑战一下啊并不能观今夜天下知天下这个牌啥也没有就算了拿个闪拿个黑得了你不然的话你随便拉下也不一定能拿到什么牌好这回你能杀了这是八卦阵非常的红红红又火火啊这就非常的好了九哎呀还好有闪还好有闪不然就五命休矣雕虫小技慢慢耗慢慢耗啊对面感觉到恶心了是吧逆天不过这个乐倒是这乐乐的出不来这个牌就全拉下了吧因为这牌没什么用你留手里你容易死赌一下结果还赌到了一个决斗一个桃子啊当然了这就是人家诸葛亮的过牌量的能力人家的技能这没什么稀奇的是不是好袁绍一脸懵逼怎么办啊贾诩表示恶心恶心到了吧双诸葛是不是恶心就恶心到了刀枪不入啊水火不侵啊观今夜天下桃子杀什么天下无所谓了随便搞一搞此火可助烧一下大获全胜好骗了个无懈也还行没杀再杀一刀反正收了嘛就收了收了咱们也好打收不了他摸个杀也无所谓了哎还来了个顺拿青钢剑咱们不要八卦阵而且拿青钢剑还可以破他这里不要着急先挂出来当无懈用无所谓的反正你也没有闪也不需要空城慢慢打这个袁绍都被砍死了剩一个贾诩还不是小娃娃是不是随便搞一搞燃烧吧这个我觉得没必要燃烧挂刀砍一刀就可以了拿一红杀多留张黑杀因为人家肯定料人家肯定手里都是闪你攻不中的多留张杀也没必要刻意空城吧当然因为你有这个
不过龙，而且你现在又不是异血，异血的话你特别怕死加空城。这里就是用双诸葛的时候，当你满血的时候就没必要刻意非得空城，知道吗？稳住打，对吧？优势无限大，你可识得一会儿对面就绝望，是不是？根本捅不进去。你什么地狱麒麟啊？天意，这个天难，你叫饕餮都没有用。此火可助我军，好，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接下来嘛，只要稳住，我觉得优势还是很大的。咱们两倍速看吧，不要急，稳住。太极生两仪，太极生两仪，保住咱们的青钢剑，对不对？啊，有卧龙的话，保青钢剑还是比较稳的。拿这个九杀他，九杀他，斩也出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好，他表示我九杀完了，看你动我，我就决斗了。行吧，他撸了，他把青钢剑撸走了。他必须得撸啊，他不撸青钢剑，他要死。燃烧吧，燃烧吧。贾诩的回复能力肯定是很弱的，回复不起来就只能在那儿被动挨打，对不对？人家可烧可杀，怎么都可以，都随意啊！又把青钢剑拿过来了啊！这回没杀就藏手里啊！不着急，不急，你的计谋不着急，你可被识破了。其实这个可以不无限，有个桃，比如这个青钢剑去打他。当然了，你有这个谁有烧也可以，但是留着青钢剑挺好的，砍了个贾诩，对吧？比烧来的直接。好，他又换刀了，还想着撸呢，撸什么撸啊？是乐不思蜀啊，不打了，直接不打了，表示根本打不了，太恶心了。知天意，我觉得早就可以投了，没有什么机会，根本看不到任何翻盘点，是不是？生生把对面两个人恶心死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这个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